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145集的节目。今天呢，和各位继续分享的是经典 4.0 的 Voyage Class 的玩具哦。台湾的反斗城呢，给它的名字呢 ，Springer 呢，给它的翻译叫做百囊跳。那这个玩具呢，目前呢，在中文的变形金刚的影片介绍当中呢，在优酷网上呢，已经有非常多的介绍者呢，已经分享过了哦。那么，但是呢，在 YouTube 频道上面呢，中文的分享呢，目前呢是还没有了哦。所以呢，就是在分享的这个玩具的时候呢，我还是尽可能的啊，就用一个比较完整的方式呢，来和各位做一个分享啊。那首先呢，就一个外盒的部分呢，其实最吸引人的还不是这个玩具，而是旁边的这个非常帅气的一个插图，这 IDW 风格的一个插图。那这个人物的图像呢，不止到这边了，还延伸过来包装盒这边一点点。这个呢，也算是一种新的一个风格吧。那这个红色这个有这个方格状的这个底图呢，跟这个Fall of Cybertron 呢是同一个系列的这种系列风格。因为推出的时间呢，包括的这个能力表都跟那个赛博坦陨落的风格是很接近的，这同一期的产品了。如果你把它摆在一块呢，恐怕你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它是这个 Fall of Cybertron 的一个玩具系列。那这是一个三变的角色，所以它有直升机、一个装甲车吧，还有一个机械的形态哦。这一次的这个官图来讲哦，是反正是这个百人跳这个官图呢，其实呢，如果你实际上呢跟玩具来做比较的话，会发现玩具可能还比官图还要再好看一点啊。当然不是跟这个比啊，是跟后面那个玩具来做一个相比。那同样的这个图案呢，这个图案呢也出现在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说明书哦，这个说明书非常非常大张啊，非常大张。那这里一样啊，有一个非常帅气到不行啊，犹如灌篮高手里头的流川枫一样的这个体型啊，在这个弹簧啊。那附体啊，为什么？我呢可以在这个明明就还没有开包，为什么我能够拿出说明书呢？因为我有两盒。为什么有两盒呢？因为有另外一盒呢是另外一位组友买的，暂时就全部寄到我家，所以都暂时先放在我这里。因此呢，我呢现在呢才可以一次呢用两个弹簧呢来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哦。好，不过呢这个盒子的部分呢就分享到这边。这回的官方呢还是对30周年的这个系列的玩具呢，还是下足了蛮多的功夫的哦。首先呢，在光是这个人物的尺寸来讲的话呢，就比之前一阵子的这些 Voyage Class 的玩具来讲呢，要体型来讲要来得高大。这个呢是领袖之证的 The Voyage Class 的 Megatron， 这个呢我是已经涂过了啊、哦，所以就别问说在哪里买的。那个这个身高来讲的话呢，可以看到的这个百灯跳的身高呢，要比它呢要明显的来得要高大一点。重量的话哦，重量的话是差不多。这个老密的话呢，感觉还可以，因为这个武器还挺重的。但就身高来讲的话呢，它呢算是重回了过去不一级玩具应该有的一个身高哦。好，然后呢，如果说呢，把它跟之前的经典 3.0 的哦，这个是经典 3.0 的这个 Cup 来跟这个经典 4.0 的 V 级来相比的话呢，这种身高的对比来讲也是一样，可以明显展现出它是一个 V 级玩具应该有的一个身高的，嘿，看什么？差不多就是非常非常标准的回到过去官方应有的一个尺寸的玩具哦，值得大大的恭喜一下。当然，如果呢再把它跟上一集分享的闪电呢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它呢要体型上来讲会比闪电呢要略小一点点，不过呢也不是差别都非常的大啊。就一个身形的比例来说呢，因为它的头做的比较小，闪电的头呢是比较大，所以就比例来讲的话，感觉上它是一个更体型来讲会更修长的一个战士啊。那当然这个重量来讲是差不多的啊。那么呢这一款这个弹簧啊，这个相较于前一次呢跟各位分享的这个闪电呢，几乎大家都现在讨论怎么样修复它的肩膀，而这个弹簧的话呢，倒是大家讨论起来就是说帅啊，就是说它帅，对不对？这个一看呢就是非常非常亮眼的一个配色之外呢，还有这么修长的这个叫它是九头身吧，九头身的比例也是非常非常符合现在这个演艺圈的审美观哦，对不对？以前是过去是阿诺施瓦辛格的体格受欢迎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大家喜欢这种所谓的金石男的这种感觉哦。这个玩具的确就掌握到了现在的这个现在时下电影啊或者是一些偶像剧里头的一个 style， 就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呢这一次呢除了说呢身形很
很像现在人的审美观念之外哦，这个整个机器人的这个配件的流线度，这个我就觉得非常日系啊。这一款的话就感觉不像之前分享的闪电哦那么样的一个有 G1 的风格吧哦。那现在呢就跟各位来看一下它的整个一些细节的部分了。首先呢，肩上啊这两片的话呢，其实呢如果你不喜欢放出来，你直接收进去呢，也不是不行，而且站后面看也不算太难看了。就有些时候呢，我会忘了把它翻出来。但是呢，如果说你可以的话呢，我个人会比较推荐说，干脆把它给翻出来。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翻出来之后呢，把它这样两边分开呢，会比较接近刚刚那个盒子那个官图哦。我说的盒子的官图呢，是指这个地方哦。各位呢，可以应该约略可以看到，其实它这个黄色的这个部件呢，其实它是有一点点斜歪歪的哦，这个角度啊，这个呢就是，所以我是想说，尽可能就干脆把它跟这个里头这个关筒呢，把它变成是一样的啊。那附体啊，刚刚呢，我在比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本来是这样，后来马上纠正，比成是这样啊。这个呢是一个做影片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也是一个各位可以去留意到的一个地方哦。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子挡的话呢，我们的手会挡到这个里头的东西。但是呢，如果我从这样子指呢，一样达到指明的效果，但是就是说可以尽量避免我们的手呢去挡到我们的主人公主这些内容物啊，尽量不要被自己的手挡住吧。这个给各位一个小小的参考啊。好。然后呢，再来呢是整个最吸睛的部分之一，就是它这个头部，头雕来讲做得非常非常具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勇者斗恶龙》系列里头这种勇者这个 style，非常非常精悍，五官轮廓啊，有鼻子，有嘴唇啊，非常非常紧闭的嘴唇啊，非常非常好看。说实在话，而且呢还有一个很优秀的一个透光性啊，它背后这个蓝色的这个透明件呢，是可以给它提供很好的一个，OK，各位这样应该可以看得到，非常非常精美的一个眼部的一个透光啊，值得大大的推荐给各位啊。然后还有它头部的可动性来讲也是非常的优秀，除了它本身是一个球形关节之外呢，因为这个灰色的部件呢，它是可以稍微往下压一点，这是一个变形需要的零件，所以呢，它头部呢可以做出的一些角度来讲呢，会更为的丰富了。然后胸口呢这一大片的黄色呢，这边还有两侧呢都是黄色的塑胶件，本来就是黄色的塑胶片哦。然后呢，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博派标志呢，红色博派标志呢，它是一个银底红色的红色的这个博派标志，然后是银色的底啊。那这个黄呢，跟后面的这个黄呢是不一样的，后面这个黄呢是涂装喷上去的啊，然后这个呢。我的手上这个呢，这个黄色的漆呢，就涂得稍微有一点厚了哦。然后呢，甚至上面还有一些红色的撒上去的喷上去，像是被雾喷到了一些红色的点嘛。这个不知道是产线工人就是过劳死吐了血，还是狂派的血就不知道了哦。反正就是有一些脏污在上头，不过呢影响不是很大，反正在后面嘛。然后呢。再来呢，提到手臂的造型，我个人算是很喜欢了。对，我说过，我一向很喜欢这个肩部以上有轮子造型的。那这样子呢，本身就除了非常有